那我们一段一段来，好不好？前奏是 C 跟 F 两次。好，然后主歌呢？主歌跟副歌的循环很相近，只是他们最后一个和弦会有一点点差距，就特别是副歌的最后的和弦有差距，那每一次不一样。我们顺下来讲好不好？第一次主歌是很正常的，是 C， 然后 G， 第二个和弦是 G， 然后是 A minor， 然后是 E minor， 然后是 F， 然后是 G， 然后是 C 跟 A minor G， 然后 C 跟 A minor G 这边是 A minor G 是 share 一个小节，好吗？就是一二 A minor 一二 G 这样子，然后跟我一起弹，好不好？一二三四。G， 好吗？要再一次吗？好，数到四哦，一、二、三、四。拉手，这样可以，好吧 ？A， 拉 G， 这样可以。你刚才，我们刚才听到一直循环放的那个。哦，意思是哥哥唱的那个不吉他，不插电的那个吉他的版本，它也是 A minor G， 都是一下一下而已。然后速度比较慢，其实我觉得跟上应该是不会很复杂。然后你把这个弹呢，如果还有机会回家再练习这首歌，你把这个弹到不用想就好，然后这首歌你就会了。因为你要想的那边呢，大家都要想，它有一个和弦比较特别。然后第一次的 bridge， 第一次的 bridge 是 F。然后 G 和弦，然后下一个和弦你们的谱是什么？一样升 G 对不对？你按得到吗？有谁按得到的？一样升 G 是这样，对不对？一样升 G 是这样，升 G 在第四个，其实很难按。然后大家跟我作弊一下好不好？就是我是这样的。我是按全部往上半音，这个是升 G， 也是降 A， 我就是按住封闭的 G， 然后往上半音。但是呢，下面的两根弦就不要弹到，因为这样听起来会差距很大。后面都是一样，对不对？就是 A M I G F， 然后 G 有两个，2 2 3 4，然后再是副歌，好吗？那我们试一下这个 bridge， F F minor， 然后 C F F minor。如果你要压封闭的也可以啊，封闭是这样，然后开放的，开放 F 是这个，然后 F minor 是这个。都会按对不对？这个三次，副歌是一样的，只是第一次副歌呢，后面他在回到 C 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有弹嘛 ，F G C， 他在回到 C 的时候呢，就把这个 C 当作是下一段和弦的开始了，就是我们在 C 的地方，我们就不再回到 M I G， 他等于砍掉一个小节，好不好？这是编曲上常常见的技术，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好不好？
们一起来试一下这边，好不好？这边比较特别。下一段主歌了，然后下一段主歌跟下一段的 bridge 是相同的，好吗？就是跟我们刚才练习的是相同的，就是 MIG 都还在，然后再来就是副歌了，然后这次副歌呢跟主歌也是相同的，就是 MIG 都在，然后进去吉他 solo， 我们来跑一下这边好不好？从第二次的主歌，哎，还是要从副歌啊，还是要从头？哇，好难决定，我想想看。算了，还是从第二次主歌好，好不好？还是相同的。Take me to the。Take me to the place where you go and nobody knows. It's not all day. Please don't put your life in the hand of rock and roll.From my bed, 'cause you said the prayers I had went to my head. Side by side, summertime's in blue.吉他 solo 呢，跟 B 段的和弦是一样的。我们假装有，好不好？我刚才听那个版本结局结尾，它不是这样收的，跟摇滚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讨论一个我们自己的说法，好不好？因为它会，你决定好了，我们要怎么收，比较好不好？你决定，我们要怎么结束这首歌，你来决定。好，那我决定，好。Back and then go, don't back and then go.
What'd you say？ 然后我们回到前面这边，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接麦。F minor。If it's not today。好不好？我们这样收可以吗？好吗？简单嘛，对不对？还有时间。我想我们先跑一次好了。阿斌，主持人。我觉得我们要放卡拉斯。我们先放一个卡拉斯试看好了，好不好？就是等下鼓会有八下。